今天是做新的一锅啊，姜火腿，这是里脊肉，鸡肉的鸡肉，鸡胸骨，鸡胸骨，对，那神是没有问题。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也超不完，能忙过来吧？你孩子帮不帮忙？没人帮我，没人帮你，我抬出来就行了。抬出来我就能干。不需要他们撒点玉米。大姐，咱们一共有几种馅儿啊？几种？三种。嗯。哦。鸡柳的、火腿的、水肉的。大姐，这一锅能出多少个？26个。26个。啊。这是个什么的？鸡蛋肉汉堡。这个多少钱？一个3.5元，1.3元。大姐，多长时间就好了？10来分钟吧。大姐就在这样一个小车里，是吧？忙活。啊，就是、哎、这就是我的家当。对，挺好，挺好。这就是我的家当。大姐，那这个车的话是你定做的？买一个叫快餐车就行了，完了以后你自己改造。自己改造一下，想你干啥改造成啥。明白明白，挺好。是吧？翻一面。那这个锅你是怎么弄的？是买的也是？这个锅你告诉他，你打把锅底烙好以后，他那就有了。哦，可以定做是吧？我要卖啥了。那这是什么面？发面哈。对，白面。大姐，今天这一桶能卖完？对。8点钟就卖了。可以。简单啊。看着简单，其实有一句话叫一看就会，一做就废。对，主要还是发这个面。哦，就说这个发面是最难的是吧？是哦，发面。大姐，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？60多了。哎呀，看着真的很精神。啊，真的精神的。大姐，每天能卖这么几大锅？平均下来？平均下来能卖个4锅。四锅。到了夏天就不止这么。那是利用业余时间干一干。哦，是呀，这出来都2个小时，又不是出来多长时间。对对对。对吧？你现在5点钟出来，我8点钟就完了。上次我问过你，说比打麻将强多了。肯定是。面皮。美女。
像这个鸡蛋汉堡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少见了啊。好，买了一个，这一个3.5块，大姐给了我一个鸡蛋肉汉堡，夹肉的啊，大家看看，就这么一个形状啊。你是山西第一网红，就是你。啊？你是山西第一网红。对面这个是卖麻辣拌的大叔啊。哦。像这边，这边才能拍到。我开始都没有锁掉嘛。是拍我吗？现在是。现在让拍到我。刚好拍你。我来看看啊，这里面加了鸡蛋啊，感觉特别的厚实啊，吃起来味道不错啊。如果路过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尝尝。你们吃过没有？鸡蛋汉堡没有吃过啊？味道怎么样？感觉挺好啊。大家看，肉给的还不少。任大姐香酥鸡蛋肉汉堡啊，啊，这边还有卖串串的，这边是卖麻辣拌烙饼，来师傅，要一个，大姐卖了几锅了？三锅了，这是第四锅吧？对，哎，第四锅，现在天色暗了啊。大哥，你吃过吗？我吃过，哎呀，我也经常吃。经常吃，老顾客。啊，老顾客，对。挺好，挺好。非常好吃。哎呀，漂亮。漂亮，那可能。